从最极端的，有没有可能三个都取到白球？有没有可能啊？有啊，三个都取到白球，那也有可能是两个取到白球，一个取到什么球？黑球，白白黑可不可以？可以。啊，还有什么情况？白黑白，这样也可以。啊，还有什么？黑什么？黑白白，这样可以哈。那能不能取到一个黑球，两个白球？啊，不，一个白球，两个，我的公三小，一个白球，两个黑球，可以吧？好，有可能是白黑黑哦，有可能是黑白黑，当然有可能是黑怎么样？黑黑白，知道我在讲什么？那请问你有没有可能三个都取到黑球？这是不可能的代志，因为这个袋子里面黑球就几颗，三颗啊，对不对？就两颗。讲太快了，这个上课上到现在有点太累。来，同学，我再讲一次哦。他们取球的情况有几种？白白白，白白黑，白黑白，黑白白。啊，这个是白黑黑，黑白黑，黑黑白。一二三四五六七，就这几种情况，好不好？我把所有情况都列出来了。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它到底在问什么？这个题目它要算这个几率哦。来，什么几率呢？他要问你说，丙取到白球的几率，来，丙白，丙取到白球的几率，在什么条件底下？在甲跟乙抽到相同颜色球的条件下，对不对？哦，所以就是在甲乙同的条件下。哎，条件几率，同学，你不要跟我说你不会算哦。来，请问你分母要写什么？分母要写条件啊。所以分母要写什么的几率？甲乙同的几率啊，哎，甲乙同的几率。那请问你分子要写什么几率？这两个的什么几？交集嘛。所以分子就是甲乙同，甲乙同，而且怎么样？喂，而且，丙白啊。我告诉你，这东西真的很简单。我告诉你，就穷举就好了。来。我现在穷举一次给你看哦。哎，来，那个同学看我这边，这怎么穷举？全部情况都列出来了，这有什么困难的？哎，你不要跟我说这个你不会哦。哎，请问同学，甲乙桶的情况有几种？你看这个，哎呦，我全部都列出来，哎呦，我对你多好，我都没有用什么技巧。甲乙桶的情况，哎，这算不算甲乙桶？算了啊，还有什么？这个也是甲乙酮，这个也是甲乙酮，有三种，对不对？啊，把这三个几率算出来就好了。来，算给你看。来，请问你这个几率多少？哎，甲取到白球的几率是多少？哎，五颗球，甲取一颗，甲取到白球的几率叫做五分之三个白球，两个黑球啊。啊，甲先取嘛，啊，甲取到白球的几率叫五分之三，所以这里就五分之三啊，对不对？然后再来哦。轮到乙来取，乙取到白球的几率，注意哦，取后不放回，所以袋子里面的球变少了，变成几颗？四颗，四颗里面有几颗白球？两颗白球，所以乙取到白球的几率叫做四分之二，对不对？所以是不是乘四分之二？来，再来，轮到丙，丙取到白球的几率是多少？讲话啦，三分之几？是不是三分之一？对不对，同学就这样子啊，很困难吗？然后这个、啊、白白黑，这个几率是多少？这个就五分之几？五分之三，然后再来是多少？四分之二。好，再来，请问你这边是什么东西？哎，三分之几？三分之二啊，对不对？来，最后来再看这个情况，我跟你讲，我这叫土法炼钢，小心。所有的题目我们都这样做，来，黑黑白，甲取到黑球的几率叫五分之几？五分之二啊。啊，乙取到黑球的几率四分之几？四分之一啊。然后再来是多少？三分之几？三分之三啊。这个哪里困难？困难个屁！来，写出来喽。来，我准备写答案哦。请问你哦，同学，来，下面要写什么？甲乙酮，甲乙酮的情况有几种？三种。所以就把它。写上去吧，来，
五分之三乘以 total 四分之二，再乘以 total 三分之一，没关系，我这人很有耐心，再加上五分之三，再乘以四分之二，再乘以三分之二，哇，欸，我空间不够，欸，我把这边擦掉 ，Hello。来，同学，后面还有一个，后面还有一个是谁？五分之几？五分之二，四分之一，三分之三。我们的学生有个问题哦，看别人做都很简单，自己做都做不出来。我跟你讲，穷举就好。庄臣想知道我们讲什么？穷举法，这样可以哦。庄臣想，想哥，想哥，来，哎，同学，那我问你哦，上面这个甲乙头，而且比白。请问你状况有几种？甲乙同，而且丙要白，这一种跟这一种啊，对不对？那就写上去啊，甲乙同，然后所以丙白这边就三分之几？啊不，五分之三，对不对？乘上多少？四分之二。啊，好无聊。来，三分之一，再加上下面那一种，来五分之二，然后多少？四分之一，然后多少？三分之三，啊，算这种东西，同学，我跟你说啦，这种东西就五四三嘛，五四三，五四三，对不对？其实有些同学哦是解题高手，你知道吗？解题高手他那个五四三都不会写出来，他其实哦只要看那个排列数就好，你懂吗？好，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写出来也好，所以这个最后答案会变多少？哎，最后这个答案会变成这里是六嘛？十二所以十八，十八再加六多少？二十四。然后这里是六加六，十二，二十四分之十二，所以这一题答案是多少？二分之一啊。同学，你有没有看到这一题我有用什么技巧吗？什么都没有，穷举法，把所有情况列出来，对不对？啊，就条件几率就写完。OK。喂，这个题目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哦，没有问题的话，那我跟你讲，今天我要进入最后一题，这一个题目很多同学应该不太会写。九九年只考数甲的题目，下面那个类题是七，哎，这一题你会写算你厉害哦。来，我把这一题讲完喽。来，下面那个类题十七，来仔细听，仔细听，那个类题十七给了三个赞哦。哎，这个题目你会做，算你狠哦。这个题目是怎么样？九九年只考数甲，哎，数甲哦，就是给高手去考的了哈，同学。答对率三成，我怀疑有些学生哦，连这个题目都看不太懂。来，同学你仔细看哦。他说有一个抽奖活动，按照排队的顺序抽奖，轮到抽奖的人有一次抽奖机会。抽奖的方式是丢一个公正的铜板，正面中奖，反面没有中奖，奖品有三份，把它画起来。活动直到三份奖品都被抽中为止，奖品被抽完，活动就停止，这样好不好？然后他这个题目他就说。请问你在排第四位的人可以抽奖的条件底下，好啊，第五个人可以抽奖的条件几率是多少？听懂吗？第四个人可以抽的情况下，第五个人可以抽的条件几率是多少？他这个题目在问什么？我们先把他问的问题把它写下来。他问你说，第五个人可抽的几率，无可抽。来，在什么条件下？在第四个人可以抽的条件下，哎，他问这个对不对？哎 ，Hello， 来，所有人靠这边，他是问这个，所以你就先根据条件几率的定义把它写下来。分母要写条件，所以分母要写什么？第四个人可抽的几率，只要你能够把这个几率算出来，这一题也差不多了。然后分子就是交集，就是四可抽，而且怎么样？而且无可抽，
且啦，好、哦、来，且。第五个人也可以冲。OK 啊。哎，同学，我问你，这一题要怎么做？我告诉你啊，这一题啊，那一些什么快速的解法，那个都骗人的。你考试哦，你这个题目，你还没讨论说什么哦，前面几个有没有抽中？我告诉你，没有那么简单。我教你一个万无一失的做法，什么做法？穷举法。啊，就穷举，你娘，就跟他拼了！来，真的，就跟他拼了！来，一二三嘛，对，四啊。五啊！啊，我跟你讲，穷举啊，打开智慧来哦，穷举一次给你看哦。我这里哦，把它分隔开哦，因为我们现在要考虑第四跟第五个人哈、哦。我跟你讲，穷举法不要怕，真的不要怕哦。反正这种题目你考试当下你也不见得会做。来，我问你哦，我们先从最极端的情况来看，叉叉代表没有抽中。来，我问你哦，前三个人都没有抽中，可不可以？可以。那第四个人可能怎么样？哎，这个要怎么样？第四个人圈圈圈圈代表什么？圈圈代表抽中，对不对？好，那我问你哦，第四个人如果有抽中的话，那第五个人可不可以抽？可以，可以抽的话不代表抽中哦，我们用打勾，打勾代表可以抽，这样可以吗？反正这些符号的使用你看懂就好。然后接下来同学我再问你哦，有没有可能前三个都没有抽中？然后第四个人也没有抽中，对啊，这也是一种情况嘛。然后第五个人可不可以抽？可以，因为这个题目它其实主要是着眼在第五个人到底可不可以抽签这一件事情嘛。哦，我现在就把它全部列出来啊。然后再来，如果前三个人有两个人没抽中，比如说叉叉什么，叉叉圈，或者是叉圈叉，或者是圈什么，叉叉好，哎，算了，我觉得前半一点好了。来，叉叉圈的情况其实这里有几种圈，然后还有叉叉圈怎么样？叉。来，请问你这种情况第五个人可不可以抽？可以。这个可不可以抽？可以，因为奖品没有被抽完，你听懂吗？我现在在做什么？我们穷举法，穷举你懂吗？把所有情况列出来，这样就不会loss掉。叉叉圈下一个考虑什么？叉什么？叉圈叉，所以叉圈叉。那这里当然也有可能是圈，这里有可能是叉。来，请问你这个情况第五个人可不可以抽？可以。这可不可以抽？可以，没有问题哦，穷举哦。然后再来是什么？圈什么？圈叉叉，圈叉叉。然后这里是圈，这里是叉。来，请问你第五个人可不可以抽？可以，可以抽就打勾。来，可不可以抽？可以。哦，圈代表抽中，叉代表没抽中，打勾代表可以抽。然后接下来还要考虑什么东西？你、啊、看我有点乱掉了，叉叉圈哦。那接下来要考虑的是什么？一个叉两个圈，来叉圈圈，怎样？是吗？我先看一下，三个叉的，两个叉的，对不对？所以接下来要考虑一个叉的，考虑一个叉的，那可能是这样，叉圈圈，来这个是圈。这个是叉，来，同学我问你哦，如果是这种情况，第五个人可不可以抽？不行，不能抽的话，那就这样好了，这样代表不能抽，好不好？反正只是符号。哎，啊，如果是这样，可不可以抽？可以，来打勾。但是我还没讨论完哦，所以这里再来哦，一、二，我靠，下课了，怎么办？要不要把它讲完？要吗？哦，那就把它讲完吧。啊，这个耽误同学一点点时间，好不好？哎、欸，那你们要帮我啊，叉圈圈，然后再下来应该是什么？圈叉圈，对不对？然后圈什么？叉圈。那圈叉圈，然后接下来应该是什么？圈圈叉圈圈叉，对不对？然后这里可能是圈，可能是叉，可能是圈，可能是叉。来，这种情况它可不可以抽？不可以。来，这个不行。这个情况他可不可以抽？可以。来，这个情况可不可以抽？不行。这个情况他可不可以抽？可以。来，同学，那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就是三个圈哦。哎，三个圈的话，这边根本就怎么样？根本就不用讨论了嘛，因为到这边就停了，对不对？后面就完全连抽都不用抽了。
这个情况，我们是不是就把它怎么样？就把它拿掉。好，那现在我跟同学讲一件事情哦，这个几率要怎么算？哎，同学，我问你，第四个人可抽的几率是多少？哎，不管他有没有抽中，都算可抽吧。所以他可以抽的情况有几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其实他可以抽的情况有几种？我告诉你，他可以抽的情况有十四种。那在这十四种里面，第五个人可以抽的情况有几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我告诉你，这一题如果你直接用看的，可以看出来答案就十四分之十一。但是如果你要用算的，我算一次给你看哦。你看哦，第四个人可抽的几率是多少？二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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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二分之一的几次方？二分之一的几次方？四次方。那请问这种情况有几个？有十四个，所以是不是乘十四？知道我在讲什么吗？第四个人可抽的几率就这么高。那第五个人可抽，哎，四可抽且五可抽，哎，五可抽的话你要注意哦，他有可能抽中，也有可能没有抽中，所以这里是二分之一。一二三四五，所以这边是二分之一的几次方，二分之一的几次方，五次方。那、啊、这种情况有几种？哎，十一种，但是每一种又分开变成可抽中可没有抽中，所以再乘几倍？二十二倍啊，对不对？同学，你说我在讲什么？讲得有点快哦。然后这里约掉，约掉，约掉，这里变成一嘛，所以同学答案算出来一样是多少？十四分之。十一，对，这边还有一个二分之一，答案是一样的。同学，我跟你说，这种题目根本就不难。我讲考试，你真不会做，你就土法炼钢，像我一样，全部列出来就好了。谢谢各位同学，我们下课 ，Thank you。